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告诉你们，我姐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哎，这就是新房，漂亮不？什么？跟谁？跟我姐夫呗。哎，哎，你怎么占我便宜？他不是我姐夫啊，他是最近特别火的张同学。大家好。哎，兄弟啊，摄像头装好了吗？他俩马上就回来了。装好了。哎，小雨啊，啊，你说你在你姐夫家装摄像头，这合适吗？哎，没啥不合适的。这么回事，我姐呢养了一条狗，她装这个摄像头就想看看这个狗在家都干点啥。你可拉倒吧！啊，你说那条狗应该是你姐夫吧？啊，装这个摄像头，也是为了见识你姐夫那点私房钱儿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咋知道的？我咋知道的？就这招。我姐这么多年把我姐夫拿捏的那是死死的。你真是大哥。行了行了啊，同学归同学，钱还得结。哎呀，给你钱儿，我还能差你钱儿吗？你说我拆了。哎，别别别，你这样，这样，过两天，过两天我让我姐夫亲自给你结账。哎，姐夫你怎么进来了？我姐也给我的钥匙啊。哦哦，对。你谁呀？啊，这我同学。我是他同学。哦，过年好。过年好。过年好。来来来，快过来一下。好。哎呀，勒死我了。走走走。哎，来拿着。我要这个干嘛？你这个不要，你一会儿这都没了。顶账顶账了。快快快，走走。快快快，待会儿啊，我把咱们的年货往你爸妈那儿一，我年货呢？我提着这年货进来的呀。哎，你看这手上还有勒的印呢。你再好好想想。是不是落商场了？哎呀，你这个人就是丢三。